这是装有一氧化碳气体的气囊、导气管、试管、酒精灯、试管、导气管的出口，还有药匙、火柴、氧化铜、澄清石灰水。打开栓塞，将一氧化碳通入含有黑色粉末氧化铜的试管。通入一会儿以后，再加热。想一想，为什么？预热，固定加热。大家看，黑色氧化铜粉末逐渐变红。澄清石灰水出现了浑浊现象，点燃剩余气体，火焰。